湾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以及气候条件呢，正是最适合生长凤梨的地方。那我们今年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的将这个台湾优质的凤梨呢一起输销到日本，供我们日本的学童们作为他们的营养午餐的餐点哦，真的是很开心，也非常感谢各位贵宾今天的到来。ご来場の皆様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度は再び台湾パイナップル出荷式へご参加ください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年もまたですね、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のオンシーズン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引き続き今年も、日本の皆様へ台湾の美味しいパイナップル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ので、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那么今天呢，这个记者会的现场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呢这么多的贵宾们一起齐聚一堂。那在记者会的一开始，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今日与会的所有长官以及贵宾们。稍等一会，在介绍到各位长官贵宾的同时，请帮我们起身挥手致意，谢谢。それでは本日のご来賓の皆様方をご紹介申し上げます。後ほどご紹介されましたら、どうぞ皆さんに手を振ってご挨拶の方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首先，请让我们掌声欢迎农粮署代理署长舒茂祥署长，欢迎，欢迎署长。接下来，请让我们掌声欢迎日本立监市台湾办事处处长木下之乡处长，木下社长的热烈掌欢迎，以及欢迎台南市政府副市长叶泽山副市长，欢迎。紧接着让我们欢迎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副局长陈仲杰副局长，欢迎。以及接着欢迎呢我们农粮署的南区分署分署长陈丽仪分署长，欢迎。以及欢迎同样是我们农粮署的贵宾舒登照组长，欢迎。欢迎我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农产行销科的科长刘诗燕科长，欢迎。接着欢迎我们农业部国际事务司的技政林其如技政，欢迎。以及我们的农事所嘉义分所分所长方宜丹分所长，欢迎。紧接着欢迎台南区农业改良厂厂长的罗振宗厂长，欢迎。以及呢我们台湾区蔬果输出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苏云瑶理事长，欢迎。接着欢迎台湾区蔬果输出业同业工会执行秘书胡世明执行秘书，欢迎。接着呢欢迎台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朱经理，欢迎，欢迎。紧接着让我们掌声欢迎屏东县盛源蔬果生产合作社陈宇农理事主席，欢迎。接着欢迎台南市南西果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林其福理事主席，欢迎。懂不得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关庙区农会推广部主任黄国斌主任，欢迎。接着呢欢迎台湾农业科技资源运筹管理学会的张玉伟代表，欢迎。好，再一次的非常欢迎呢各位贵宾们今天的到来。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如此欢庆的时刻哦，首先呢我们非常开心的可以邀请到呢一群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是来自台南六甲赤山表演艺术坊的小朋友，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